欢迎收看 Web TV 网罗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明星王洪恩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诺。太棒了，哎、欸嗯，找阿诺来跟我搭档呢，是我的心愿呢、啊。吓死我了！怎么突然有人敲门？怎么有人在敲门呢、啊？干嘛、啊？怎么干嘛？我们在开场啊！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怎么可以先上来了？不，因为我今天是主持人啊！哦，你们今天是来宾是不是？哇！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罗恩玉跟阿佩。阿佩耶！我这妹来了，她特别的兴奋，对呀。好，欢迎今天其实主要大来宾是阿佩，要发行新的数位单曲。哇，那阿诺是、哦、他是我的脸啦，就是大家看他的脸，然后听我唱歌，就是、很满足。所以他来负责对嘴的。没有、啊、哦，有这种事啊？怎么会隔那么久发自己的作品？几年啊？其实我本来一直想说，我就不要再唱歌了，因为好像觉得唱歌也没什么发展。但是因为这首歌那时候是我好朋友写的曲，我很喜欢这曲，然后我写的词我也很喜欢这词，然后本来要卖，就我一直卖不掉。我跟你讲，这首歌试货的人不多了。坦白讲，我们来出一个跟鱼有关，看到你那边能够接什么歌。好，我先一二三次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来，鱼儿鱼。水中游、哦，好好好，我最近很红。看鱼啊，在遐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。好，热天气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，雨一直下。哈，我紧急刹车。好，勉强了，勉强了。我今天只有一把吉他唱这首歌。哎，灯笼鱼不容易耶。每天我在深海听着灯笼，看来好像渴望离去居所，不分日夜，没人吵我，想做梦就做。哇，好好听、啊！我一直觉得，我们现场最投入的是他啦。我很认真在后面对嘴给这台。哎、欸，其实他唱歌蛮好听的、欸，但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感情是那么好吗？你们认识很久了吗？认识蛮久了，应该认识久，彼此有相当的了解。我觉得我们感情很好，不见得默契好。对啊，我们都是放任主义的、欸。对啊。那我先来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好了，你们先各自回答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你们彼此的生日啊，来。哎、欸，我真的不记得。他十二月，他十一月二号吗？对耶。我觉得感觉应该接下来会比较容易回答。好好对，回答。好，默契大考验。阿佩最不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一二三，绿豆。哎、欸。哦。阿诺最满意自己身体哪个部位？一二三，腿。你说腿？我说腿啊。你说鼻孔。鼻孔谁知道啊？谁会的特写一下？为什么是鼻孔？为什么鼻孔？因为我的鼻孔很漂亮啊。哦、阿佩最欣赏的歌手，一二三，我，我，好，看看说，啊，就是我啊，这个世界懂得爱自己。最后一题好了，我觉得好，你们两个有同时去 KTV 或在某一个情境不约而同唱出同一首歌吗？或是喜欢的一首歌，好吧 ？KTV 有没有？你不要高音那首，你不要高音那首，一二三，海阔天空，哎，海阔天空，我不是海阔天空吗？那、啊、你不是不要高音吗？对啊，的那首。好了，算了，随便。我们真的是很随性的哦。但是我觉得可以有一局可以扳回来。好，他刚刚讲到一首歌《味道》。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。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。哇！有！我们拿了便利贴，你知道干嘛吗？一只手各贴五张，好不好？然后我给你三十秒，看谁的手机比较厉害，可以把便利贴从你的手上抖掉。三二一，掉！哎，你这么高
你的甩到我下，我掉了哎、欸，我掉光了啦！哎、欸，我怎么？耶耶我耶！哎、欸，我知道阿佩，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敬拜团，没有来一首赞美歌，好像对说不过去，说不过去，说不过去。你的爱如晨光，照亮了破碎黑夜。十字架上拯救了一切，有你就有平安。有平安，有平安，爱如晨的晨光。今天不仅有流行乐，还有福音，这、就是我们这个网罗大明星最有价值的一集啊！对，哇，真的 很有意义。不如这样了，阿佩跟安诺，我们抽一张祝福大家嘛。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今天呢，这个节目真的特别的有意义。嗯，重点还是希望大家支持阿佩的新单曲《灯笼鱼》。灯笼鱼一定要去各大数位平台、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鱼菜市场绝对买不到，真的，只能在阿佩的单曲里面。听得到 yes, yes 那今天也谢谢阿诺还有阿佩，谢谢阿诺大明星，网络大明星成功、yeah。